走错了。什么？你应该走前面。有区别吗？你走在前面，前面就是方向。我跟着你走，心里才不会慌。八年了，阿泽，你不需要再追着我的脚步。我需要。八年的时间，对别人来说能改变很多东西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你永远都是队长。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